三连是免费的，却可以让 UP 主开心好几天。关注也是免费的，而且还可以让 UP 主不再拖更。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你早日六级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向春云。最近有很多粉丝让我发背包，都在问我赛季末了有什么枪好，怎么配之类的。当然我最近在玩明日方舟啊，就把 Fire 打到17000就不想打了。这里也是祝所有刀客塔都能抽到限定角色，好吧。第一把我依旧用的是巨浪 T1 就完事了。新手可能会觉得不好压，如果你压不住可以后把换垂直。第二个背包 Q33 新版本也是增强了单发狙首选。第三个背包 X9 冲锋枪 T0 下版本大削，且用且珍惜。第四个背包141虽然虚弱，但还是一个字稳。第五个背包短剑速攻很舒服。第六个背包 K6 版本 T0 步枪想上分首选。第七个背包208新手可以跳过。第八个背包南非大狙现版本 T0 狙击枪下版本大削。第九个背包 M13 不是很强势，但是还能用，不推荐。最后一个背包我装的是 AMR 手感舒适。